點解今日會同各位巴打斯打嚟咗琴行呢度咧？其實係想介紹個活動俾大家嘅，咁就係叫做 Video Game Life。咁究竟呢個係咩活動嚟嘅咧？Video Game Live 其实是一个世界巡回演奏音乐会，但是呢就以电子游戏为主题。他们的团队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和当地的乐手合演一场电子游戏交响乐。他们在2005年呢其实已经开始举办了，但是今次就第一次来到香港表演。会玩的游戏作品呢其实都不少的，那 Mario 啊、萨尔达和 Final Fantasy 这一类大作当然就不少得啦，还会有洛克人、 Kingdom Heart 这一类少些见人在音乐会玩的作品。而今次香港站呢就会在10月27号举行，听说今次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网络红人和大家一起一路听歌一路打机。咁介紹活動啫，點解要嚟到琴行呢度咧？其實係因為咧，今日係佢哋第一日嘅彩排啊！咁不如咧，即刻就現場聽下佢哋嘅彩排彩成點先啦！听完个彩排之后，系咪即刻想开翻只 game 嚟听下啲音乐咧？嗱，不过呢啲嘢咧睇现场系好啲嘅。咁今次咧，高登都会送几张飞俾大家。咁至于点样得到咧，就留意翻我哋嘅详情啦。咁希望到时会见到你啦。